千万别让德云社的人一起参加节目，笑点太密集了。咱说一个上句的，咱下句必须得合辙的，还得合理的。五员大战将，每个都很像样，能力都特别强。张和伦不一样，对，我是他们几个的榜样。你看他跟狗熊像不像？像。师哥从不欺负师弟，但师弟从不放过师哥。孟鹤堂给烧饼挖坑，让他买单。有一个小传统，有师哥的地方不能让师弟请吃饭。这哥钱给我买单。字儿呢？583给你算好了。我自己想干的事儿，我一天没干，我还得请师哥饭。果然嘴这块还是得看说相声的，你们要是去中国新说唱就没别人事了。换个德，换个德。那就好朋友的周末来了一帮小龌龊。这帮龌龊都是吃货，然后还没啥能惹祸，看起来我们很酷，那我们是真能霍霍。这个天气让我感觉很落魄，但是现在心情还是不错。哇塞，哥哥们好有才呀、啊、我发一杯，我发一杯。老秦前面的问候听到了希望，后面几个字全是失望。你把那个棉袄穿上啊。其实我脚脖子凉，主要是你看哥哥穿的是秋裤，你看哥哥穿的是马靴，这脚脖子能凉吗？你穿秋裤吗？我一条嘎新的秋裤没带，没带。为了把多余的食材快速清理完，完全不顾刚吃完饭还没消化的师弟们。没吃饭吗？来，给几个弟弟烤肉吃。咱涮肉没吃，我其实还是烤肉没吃，牛排也没吃。明天对咱们的压力很大，全是肉，吃完可不行啊。来，烤串，来三个牛排，有出味了哎。老秦这点聪明劲全都用在套路导演这儿了。我们穿青蛙服在旁边给你们加油，你们打六个，然后你们输了等会儿你们穿青蛙服去洗吧。这五个人我们自己挑吗？我说跳青蛙的。当然自己挑。行，你。好性感哟、哦！哎呦，哎呦，青蛙们立正，跳的好啊！大战将，加油！声音统一点，大战将。等会儿，咱都去三里屯拍吧。张虎伦不会是卧底吧？主动提游戏规则，结果被导演组反拿捏。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打吧，我们跟你们打，谁输了怎么弄？那你们要输了，你们找我这穿青蛙服，我们那吃饭的时候后边站一排青蛙行不行？可以，你们输了的话，不光骑马，你们站穿青蛙服跳个青蛙的舞，行不行？行，没问题。来，五个人出场，来。哦，你们早就准备好了，你们，你玩我？没有，是玩哥 Q 的。你少来这套，我让 Q 的他们准备好了。不愧是师兄弟，不是一射人，不进一射门，智商虽然有，但是不多。哎呦，打人一下真挺疼啊！你打脚一下，别这么直接打脚。还真疼，过瘾的那个。哎，碰着你一会儿，这个好帅啊！只要我藏得够深，你们就不知道我在浑水摸鱼。这意思啊？是的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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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。哎，这个不太好完成哎。完了，我要拖后腿，我不行。那五个人一块一裹就过去了。来，开始吧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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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